相会提到柳毅由海底翻到人间，都已经过咗几十年啦。柳毅今年都七十几岁咯，做咗大老板，但一直都冇结婚，因为佢心里面始终都系得三娘一个。有一晚喺龟城上悉心安排之下，柳毅同三娘喺一个饭局里面见翻面，但柳毅竟然认唔出眼前呢位就系三娘啊，只系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，又或者佢唔太相信佢同三娘可以有一日会再见得翻面。最终佢哋喺食完饭之后，喺鲤鱼门海边嗰一间天后古庙隔篱嗰嚿姻缘石嗰度相认翻。之后佢哋决定一齐翻落海底再续前缘。三娘仲话可以找到帮柳毅回复青春的方法。来到最后一回，我们用音乐带领大家一起回到海底。Thank you.